据报道，今日媒体在洛杉矶拍到著名歌手艾薇儿与一名神秘男子手牵手甜蜜出行，疑似恋情曝光。照片中的艾薇儿身穿红色一字短肩裙，戴着墨镜，渔民身穿白色休闲 T 恤，头戴棒球帽的男子十指紧扣出街。据悉，这名神秘男子是美国某个亿万富豪的儿子。恭喜艾薇儿终于找到了归宿，希望以后艾薇儿能给大家带来更多好的作品。非凡娱乐整理报道。